是不是该再来享乐一下了，各位？享乐一下，享乐一下。这个享乐系之前好像是在先行版的时候，我稍微组来玩一下嘛。这构筑应该长得跟那时候差不多啦，但有换一两张。这个侦探推理原本好像没有放，先把它补进来。我们现在来试一下，这个享乐一下，多放了一点点抽牌。其实之前玩起来感觉就是缺了一点点终端的收尾手段，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解场能力有点厉害的牌，他就真的硬给你解个两波，哇，头就爆开了。这不会是死游戏啊，这牌其实很便宜耶。唯我享乐西啊，自己一个人享乐的牌子。哇，太稳了吧。水不够煮应该不太可能吧。欸，我是不是没有放路西法，忘记放路西法进来了。大家自己随便拔一张换路西法。刚那一打二是不是应该留下来？嗯，好像没有留也还好。奇怪啊，他这个是空过西是不是？他空过丑，欸，那我也不要抽牌了吧，反正我享乐已经在手上，我应该不用抽了吧。我们大家一起空过好了，可以吗？再来一起空过。他应该是那个吧。九费仇，我们这个职业没有包头，欸，怎么办？我七费才跳第一波出来啊，八费被他解光光，我就要倒了，欸，完蛋了！我该注意些什么？干，这要倒数三回合哦，算错了，这是随机耶。左边，哭啊！崩溃了。这样是应该是希望等一下拉到卢泽吧，但如果拉得到卢泽可能就还有救，就下一趟拉到卢泽的话。拜托了，帮我把那个四六也解掉吧，求你了，谢喽。拜托了，帮我把四六也解掉，真的求你，真的求你，拜托。这样我才可以拉两只怪出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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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我才有可能拉到卢泽啊。
我这个敲不到他头哎、欸。落石靠塞，塞不到我们就压降罪进化。塞到敲到自己就压降罪吗？哭啊！炸到自己其实也不会大亏，就是打降罪而已。でかく張る。因为我这个一定要过啊！卢泽拜托了，卢泽拜托了 ，fuck 没有 ，GG。因为他这个爆能久啦，我用降罪弄他费用也没有用。因为只有叫出卢泽有救，哎、欸，好惨！我们塞一张路西法进去，是不是？其实一张路西法都没有啊！我刚怎么会没有看到路西法？真的，我一张都没有，哎、欸，难怪我刚刚没有看到路西法。女帝六费拿来劫场，其实还是蛮强的。你就是硬计划硬进。硬进化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，就是靠那个位置压一颗进化去做一波劫场。把那哥布林好了。其实路西法放不放，我觉得倒也还好，因为说实在拉出来最强的还是卢泽跟蜘蛛，拉这两只出来就是最强的。但构筑你没有办法弄到只要这两个而已。エスコートを頼むよ。戦わ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ね。換。死灵又来啦！其实我的是把荒野换掉，应该也可以。噔噔噔！那个六费才可以丢他牌啊，这边应该不丢吧？下一趟打这个，然后再下一趟打这个，七趟直接 A。我后面都有一大堆盾，死灵可能啦，我只是说可能而已，没有这么好，跟舒服的可以去过的，这是哭啊！直接被三体崩死，怎么可能？風はそこに吹く。
恋したんだね、僕の君。百鬼ニクロマリューは邪険にあれば。这边不能解它，解它的话那个会跳出来。邪悪あるところ、風はそこに吹く。素晴らしき恋人。締まりますぞ。呪っちゃう。ぶん殴れ。締まりますぞ。呪っちゃう。ぶん殴れ。我をもめすか。やってみるしか。止まれば風は置いてゆく。風が導く。こっちだこっちだよ。要死啦！这副到底是不是扛不住啊？刚才要压进化。他等下再给我上一只这个我就死了。変容とは在庫なり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他只要再上我一只，我就死了。邪悪あるところ。風はそこに吹く。締まりますぞ。No。ぶん殴れ。締まりますぞ。風が導く。ぶん殴れ。私はか弱いレディだ。我一定可以的。难道说享乐西现在直接消失就是因为这样吗？エスコートを頼むよ。ラムはあの子の姉様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其实这个女帝感觉好像要留哎。我觉得这个女帝好像要留，我们才能够度过皇家的这个危机。不是啊，雷米尔好烦啊，雷米尔怎么这么烦啊？不是啊，你很烦就算，你为什么有两只啊？真的是哭欸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这个达叔长很大一只，应该顶得住吧。然后等一下再一个世界，应该还不会死吧？这等一下扣几滴血啊？扣三滴，扣三滴，我剩十一滴，他长弓五滴，应该不会死吧？我们有守护哎、欸，达叔挡起来。完蛋完蛋，这边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各位。这样会死吗？十六滴好像也还是不会哦。我が手の左、創生は来たり。諦めません。还没倒，好运还没跑。还没好运还没跑。
世界は巡る。優しくはできない。在哪？他进化这只太好了吧！好运还没跑，好运还没跑，各位。这些爆的牌都不算是牌啊！进化几次啊？私だけのバラの赤かな。私だけの期末をどうでした？今怒りを感じる。サバイ、懐かしき故郷よ。サバイ、等下再补两滴嘛。好稳，好稳。哎哎哎哎，完蛋！作戦開始。完蛋，各位，完蛋了！我が忠誠は鋼のごとし。出大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有出大事，没有出大事，各位。A 下去 ，A 下去，只要有问题 ，A O E 就能搞定。赞啦，拉到蜘蛛了，我们终于要成功了吗？他进化几次？五次。他总不可能四费四费四费吧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看这张是一费的，哭啊！啊！我的牌怎么又没啦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们很稳的吧？卢泽，卢泽，赞赞！啊，他等一下用纳哈特，我怎么办？哇靠，他还有幻影拍档，是太是在干哦！他怎么会带这个啊？他怎么什么都有？哭啊！罪なき者など言いはしない。我が手のひらよ、創世は来たり。这样是不是死了？我好像打错了哈。何を言ってるの？我应该让他上车才对。不过这样好像也是死定了。他可他妈什么都有哎、欸！算了，这个是有啊，这么会逼眼呢？啊 ？OK， 现在这个享乐西看来是不行的，难怪
天地上面一副都没有遇到，现在可能只剩下我一副了。啊，可是我觉得这构筑看起来就很完美嘞。如果完美的构筑还是拉不起来这副牌的强度的话，那是不是代表这个享乐就是个乐乐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好吧，那就是享乐西快乐的颜色。好，啊，今天就先开到这边。